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的统统小魔女张永琪，以及我们可爱的爱神。紧接着介绍我们今天的元昊队，重量级的陈杰，以及我们帅哥姚元昊，还有我们的泡泡林少宇。是的，我们今天胜算不高哎，这个要靠运气啊，对不对？也要绷紧一点啊。认识的歌多，唱的又这么多年，陈杰，你有唱六十年吗？出来三十九年，还没几年，唱六十年，下面六十年，我剩下六十五年。哎，今天陈姐在，大家好好加油，大家要一起加油了，好不好？金曲乐翻天翻天喽！第一回合两队翻池航提示，猜出一至四个字歌名，翻到字即可猜题，翻到炸弹换敌对猜题，猜对歌名并演唱该首歌可得五分，伙伴们可要努力翻牌猜歌哦。两队队长请上台前采拳。陈姐代表，哎呦，你唱的，哎呦，现在来啊，剪刀、骏马、石头、元昊队，请翻牌，陈姐加油。对对对对对，接了接了，他这里，哎，我这波好友，就是我杀你啊，好啊嘴，好啊嘴，对不对？陈姐，请回去，我等，重新再请翻牌。元昊队，请翻牌。第一个翻到炸弹，竟然不是你。炸弹我不是哎。我已经离炸弹非常的远。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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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碰。五金五门。好多。哇，罗志祥，没错，金五门啊，小猪的。对不对？错。哎呀，我们有机会了，我们有机会。请回。啊，来个上面好了。来首青春洋溢的吧。哎。练武功对不对？耶！对过来练武功，我的皮肤运动；对过来练武功，我的心情自动。我来运动运动，对过来练武功，我的心如心流。哎呦，文琴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，耶！元昊队请翻牌，这个是什么？莽村农场，青红对映翠，春风，望春风，对，望春风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是风呢，我是沙。炸弹，我是你那个音乐现在我做如何？三个音乐，我本来要出去跳 breaking 的，突然间就全你之外。元昊队，请翻牌。哦，陈姐来了，陈姐加油，陈姐，陈姐，出来了啦，出来了啦！春风，我第一张布袋戏里面唯一一首国语歌曲，就是这首歌。哎，真的哇！那你出国语唱片的时候，那我出道唱国语啊。这时候这个唱片的时候，有没有谈恋爱啊？我还没有。那时候，哎，陈姐一直眨眼睛。慢动，慢动，不要跑。二十二岁，当然有人追啊。谈过恋爱呢，当然有人追啊，只是要不要而已嘛，对不对哈？哎呦，圈外，圈外。如果那时候二十一二岁，我知道，我看到元昊就追，我粉就有。只有元昊你追，我你不追。啊，反正是感觉可爱嘛。你所抱的是我，嘴里追的是元昊。你知道那种食之无味，你在二十一之可惜的感觉。就是可爱嘛，在二十一岁喜欢我这种型的啊，对对对，那所以那时候有这么高吗？没有，都没有那么高的。那你老实讲，那时候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喂，那是学校的学校的同学，下个是学校排球的选手。哦，打排球的，蛮喜欢那个男的。哦，所以有喜欢。那一年我喜欢的男人啊，对。我再问一个问题啊，那时候初吻出去了吗？初恋究竟发生什么事，让豪气的陈英杰莫名害羞了起来？
喜欢我这种型的啊。对对对。那、啊、所以那时候有这么高吗？没有，都没那么高的。那你老实讲，那时候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喂，那是学校的同学，像个什么的排球的选手。哎呦，打排球的、哦，排球那个男的。所以有喜欢那一年我喜欢的男人。啊、对。啊、那时候初吻出去了吗？还没有。你问他在干什么啊？也好奇怪。饿了，快快快，张哥张哥，春风对不对？春风带着一份忧来，他叫。短裙短发短发嗯梁咏琪短发对不对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陪伴。那首歌叫什么？失落的沙洲。失落沙洲，失落沙洲，对不对？错，请回。很多队，请翻牌。开心的啦，开心的，开心。对呀，对呀。对啊，我们要鼓气。我觉得有一首歌非常适合，而且非常的好。借情人不是，美人计，快快，我知道，对，就是这首《美人计》。老师，音乐，哎，你 Q 嘞？有。目前为止，有你这个行为的，有高柠檬高大哥、陈姐，真的就是你了。你是陈姐的后辈。有我。对不对？你还讲对不对？不对。请下台，一号队请翻牌。啊，答案出来了，张惠妹啊，阿妹的歌了。哇，仁慈对不对？好好唱，把你的油收起来。通常油是在你那边呢。在我心上用力开了枪。因为常常我在电视里看到我连自己都受不了，真的真的太油了。对啊，我怎么讲你是一个歌手。夜、失眠夜啊，失眠夜这首歌是网友一直在反映说要听。你每一首歌你都这样子讲，每一首歌都唱不好。我今天会把我的油收起来。今天如果答对，就好好的唱，好好唱，把油全部收起来。陈姐在这边，对对呀、啊，等一下，不然评分，陈姐评分，好不好？陈姐评分，漂亮。失眠夜，对不对？
想请问一下陈姐，她有什么样的缺点？其实她唱歌是唱感觉，而且她的表情很好。哦，陈姐，你等我，我就是因为那个表情才出道的。爱晨，恭喜你答对得分。哎呦 ，yes！ 元浩队请翻牌。哦，陈姐姐很好。有啊。我的天，你有歌的歌吧，应该是那首歌超红，在内地也很。这首歌是坦白讲刚好的，这个戏也红，应该是挖门厅，不就没到道上挖门厅，对不对？你好听的得分耶！好了，第一回合两队的成绩，彤彤队得到的是15分，哎呀，不错了，不错。元浩队有陈姐的加持，得到的分数是15分，举手耶！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进入最关键的第二回合，轮流翻牌看字提示，猜出横列歌名，猜对歌名并演唱得5分，猜错换敌对翻牌，总分最高者有机会成为金曲王哦。来，请派代表彩权，陈姐，神代表是陈姐啊，是吧？神代，陈姐，你是 pro 级的，会，你敢给我？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，剪刀石头。对心电心，我刚刚听成是心电心耶，喂，还是电回来了？杨元浩，我刚才也以为是心电心，我以为是心电心。后来他讲的心电心，心电心，心电心，你的心电到我的心，有感觉到吗？没有，少恶心了，心电心，对不对？请回元浩队，请翻牌。你干嘛瞄他？陈姐在感应啊！啊，第一次，请翻牌。这个，这个新的隔壁，对，新的隔壁。哦，他玩开了哈，感觉。出来了吗？是太平洋啊！哦不，不是啦！你看，刚刚好，这一定是炸上我的胯姐。你卖多少胯啊？喂！不要，不看，我感应一下，我很少。我轻松，我给你换中呼吸。我轻松，听话了。江津太平洋，对不对？明还猜错的话，就是另外一首歌了。没错，心太软，百分百的啦。哎呦，心太软了，心太软，对不对？元浩，请上台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。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心
心态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就是情非得已，有这么厉害的经典歌，小鹿也没熟。情非得已，会不会是非常女？啊？哦，非常女有可能哦。满江红，满江红，满有郑秀文那首电影什么名字？眉飞色舞，眉飞色舞，哪是个飞呀？飞不是那首，那是飞起来的飞。对啊，飞起来的飞啊。哦，算了，情非得已，情非得已，嗯。情非得已，对不对？爱情啊，你快祈求幸运之神的帮助吧，你的情非得已会是正确的答案吗？有可能哦。满江红，满江红，满有郑秀文那首电影什么名字？眉飞色舞，眉飞色舞，哪是这个飞呀？飞不是那首，那是飞起来的飞。对啊，飞起来的飞啊。哦，算了，情非得已，情非得已，嗯，情非得已，对不对？观众的心情吗？把 keyword 找出来，飞对好了。乐队来吗？飞机啊！哎呀，阿姨弄炸弹了，那卖个炸弹，这不可能是两颗了。啊，炸弹，炸弹呐！哎呦，哎哎呀，啊，爬黑洞哎呀，紧张死人呢哈！灰熊路啊，非常灰熊路，非常女。对不对？哇！爱到不想一滴，不只有看几滴，看了好几眼是一片的卡卡里。红啊，家里就我爱情只剩一滴，还是回去撒钱不给钱。喜欢你没道理，对不对？哦，还真的没炸弹，真的没炸弹。Yes Yes。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。原来爱的甜美，就值得在每一个瞬间。保持期限是永远。我知道了呀，我要猜三月里的小雨。哎呦，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沥，下个不停。三月里的小雨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对啊，他们这个就是刘文正的歌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。三月里的小雨，哎呦，跟上炸弹一样，这是有对应的，对应到第一集。对，喜欢你没道理。对，三月里的小雨没炸弹，我好期待，对不对？我期待演浩唱这个歌。三月里的小雨，对不对？
请回。安排。啊，三天三夜了，是不是三更半夜？三天三夜，没有，其实是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，跳舞不要停歇。三更半夜，所以三天三夜，对不对？沙弥沙利的，那就沙弥沙利，就这个啦，翻脸就知道，这很重要，这个是不是？对啦，沙弥沙利，沙弥沙利，对不对？又是你，哦，压轴，哇！导演唱完的时候，陈姐又有点头，那感觉就是认同，有点肯定的感觉啊。陈姐她会有几分？因为你刚刚是国语歌曲嘛，对不对？她这闽南语来讲，也是差不多十八点五。哦，很双声啊！哎呦，对呀，棒！两位就还要再加油，还有空间，对不对？是的，第二回合，彤彤队得到的是五分，元昊队得到的是十五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Yeah. 今天呢，两队两回合的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二十分，元昊队得到的是三十分，恭喜我们元昊！我果然陈姐加持是对的，是的，不容易。陈姐啊，五赢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有机会一定要再来啊！小魔女要好好的比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，加油！情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下次再来。我们陈姐还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《期待在胸怀》。